是一听到音乐就来劲儿，是吗？对，什么音乐都能跳。那咱就随便来音乐，你就跟着跳，行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请老师放音乐了啊。哇，因为刚才两个音乐是不适合你跳拉丁的。对，而你这即兴的能力很强啊，小胖。哎，我觉得你除了舞跳得好之外，你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你那个表情，对不对？特别可爱。